站立，请坐。啊，各位乡亲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好。啊，我今仔讲这个题目吼，应该也较轻松啦吼。啊，我先自我介绍，我姓潘，做好记个吼，住伫水边个番。因为我那原住民，我是平埔族马卡道族，高屏地区遐个西拉雅支族之一，或者马卡道族。啊，马卡道族有个人无啥了解吼。阮高雄市有一条路，住伫翠华路个隔壁，就是叫做马卡道路，就是咧纪念阮个祖先吼，即、這个族吼。哎，住伫平交道边啊，啊要记安怎记？马卡道路你啊记讲。马英九卡在平交道，好安尼，好啊，飞车来安怎？啊，这个生未歹吼，这清朝官员来台湾，啊，看阮的祖先拢住伫溪边、水边，因为要洗身躯、要洗物件拢较方便，所以伊问讲啊，这下人拢姓啥？伊讲无啦，伊拢无姓，因为语言未通嘛，啊，准书姓互阮。住伫水边个番，下骹有船，顶悬阁有发米，吼、哦，袂歹啦吼。OK， 好。啊，马卡道族就伫高屏地区遮吼。咱平埔族，毋是敢若有啥物九族文化村，即个九族、高沙族，即摆已经到十四族啊。啊，咱平埔族嘛有差不多十族哦，吼、哦。即、這个克马兰族居然遮。啊，台北遮就这个卡达格兰族了吼，啊，有道卡斯族就是新田苗栗这边遮吼，啊，台中中部巴祖海族啦，吼、哦，帕布拉啦，马布萨，吼、哦，啊，嘉义分林遮有洪雅族，吼、哦，台南西拉雅族，平埔族上大族的就是西拉雅族，西拉雅族阁有分两个支族，一个就是马卡道族，一个就是小林村的大满族。啊，我应该属不满足去做的，好，好，来啊，无啦，咱台湾的平埔族大部分，无唔对，一部分是迄个拢满化，或者满清化，清朝来拢甲咱满化，唔是汉化、哦，满化，啊，因迄阵派人来台湾教册，啊那北部陶祖庙遮拢教。客家的回忆，因有迄阵有啥物私塾迄款了无吼？儒学迄款嘞吼，嘿，私塾啊，就是因都用清朝，迄、那个那广东迄边来啊，我那想要派广东的人来教陶祖庙，遮拢讲客家话，所以我们都是被满化，吼、哦。好 ，OK， 好，今仔进入正题了哈、哦、，OK， 农业。咱每一个人一天起码食三顿，啊，三顿所食大部分拢是农产品，哦，这对咱的身体健康足重要，所以咱对农业爱落去关心。咱到底食着啥物物件？咱食的物件有营养无？有安全无？哈、哦，每天都关乎我们的生命，关乎我们的健康。好、哦，所以咱来个注重哈、哦。啊，农业含水上有关的，因为。无水就是无农业，啊！因为生命的三大要素：阳光、空气、水，哈、哦。我搁加一个啦，那个土壤，因为土壤是咱所有的动植物的立基，生命的立基的迄个所在，哈、哦。啊，水，咱民生用水啦，什么工业用水、农俗农业用水，因为咱种这个物件叫做水稻，这是咱的主要粮食。水稻顾名思义就是水生植物，所以一定拢爱有真济水吼，然后使用哈。啊，水土保持嘛足重要。啊，这个杂草跟水土保持有关系。以前老一辈农民看到杂草，敢那看到弯手人，因为迄阵除草机还袂发明，拢爱靠人工举猪头去除草，爱举刀去刮草。足搞工，足麻烦，佫会抢肥，杂草会也是要吃肥料，吼、哦，啊，你爱肥拢要食，啊，所以
杂草，那以前吼、哦，就是农民拢甲当作仇人，但是即卖新的观念，种水果若要好食，爱用草生栽培，我爱种草。啊草，其实上天伊发明这些杂草，就是要覆盖表土。你若有崩塌地，吼、哦，还是有迄个被河流冲刷无偌久，伊就可以发草起来。迄就是要做水土保持用的。啊，即嘛拢咧，因为做实愈做愈实嘛，得失迄个失做实。啊，因为即嘛农民收入拢歹，因为进口物件做者拢是像中国遐拢进口大蒜啦吼，啊，迄个香菇即类个农产品，你别掉落咱台湾啦。啊，所以台湾种尤其布袋啊、泰国币啦，还是其他个吼、哦、较俗个国家。因进入来米拢成本较低吼，啊，咱台湾农民诶米都种袂好啊吼，所以作者拢小耕，即卖政府都鼓励你种只诶景观植物吼，像只非洲菊啊种啊，翕起来那水水啊，啊可以当景观植物，啊会当那落大雨，迄、那个雨滴较袂直接冲刷你表土，咱诶表土呐差不多即三十公。这个表土是最有养分的所在哈，上好耕作的所在哈。啊，这土壤要老的，都不种作无菜哈。啊，又老一个污染海洋、污染河川哈、啊。那么你个注意看，我这我来个关键哈。这个中央山脉哈，伫屏东平原这个中央山脉，因为八八风灾造成这个。一天吼，三天内底，甲咱台湾的一年雨量拢落落来。咱台湾一年的降雨量是2150毫米，好，平均的哈。啊，两三天，差不多降2000毫米，差不多一年的量落落来，所以造成这原地山顶这树啊，伊的根保持不住饱和的水量哈，所以拢崩塌。一崩塌到400条至800条的崩塌地，啊！你们看安尼一个白片啊，迄种几百家的，足大片的，啊、哦！好，啊，这嘛是山顶崩塌，啊，拄好我爬山看到啊，翕起，这个头有12米深嘛。你看一张树啊，大张树啊，也根可以扎到土里面，大概12米深，细针导管。啊，山顶就是要靠这树根把土壤挽掉了，啊不，啊当年也落伤大雨，这个土壤的湿度伤高，超过饱和度也崩塌。那么台湾有这个迄、那个土石流，大概差不多20几年前开始，迄、那个发生的频率愈来愈高，什么原因？就是以前上周五去做乡顶，哦，这只有那一个原因之一。伊就是要五毛给一块，哦，人若讲要求讲啊，这山内爱创一挂产业道路，去种高山的、高山的蔬菜，哈、哦，还是水果，我、哦、爱就一开路开入去，啊，开遐土拢落直接落下落迄个溪坎的山山谷里面，啊，佮这60几年来国民党政权来台湾了，一直撮咱高山的一挂高经济的这树啊，哈、哦。云龙记，吼，加快木加。那么，当然日本人来台湾过台湾嘛，错真济。但是起码，因有错，佮有种小苗。比如因错是伫这个腰部这个高度错掉。那么，迄粒土、迄、那个树干、树还有树头，哎，迄粒无挖掉。啊，就错掉这张本来做好张，错掉了，有很大的空地，伊伫西边佮补种小苗。那么这个土条，这个树干也有个薄新的，或者一代木薄新新芽起来，大家有一个大棵了，可以这样撤掉，个薄二代木。所以日本人在台湾无听下上面土石流，就是伊迄个树根还在，还保可以做水土保持。中国政权来了，唔拿撤个无种小苗，个挂一条树头。挖起来做
屏风，做艺术屏风，做泡碟刀啊，好不好？啊，这附加价值足悬，好，甚至当做家居外销。啊，所以造成安尼累积，二十几年前，各种条件配合下，土石流开始发生。好 ，OK， 好，啊，这水，以色列有作者说来，大家咱学习。以色列的处境跟咱台湾个共，土地足少，人口也少，人口差不多四五百万人俩。但是你看，因伫边啊遐阿拉伯回教的敌对国家，伊有法度生存落来。那么咱台湾啊，遮些地啊边啊嘛是有寡有一个罗马国家，吼、哦。那么以色列因虽然是沙漠地区的国家，但是因嘛需要农作物、农产品生产。来提供这个食的问题哈。那么你看伊种这个植物，以色列水65%爱靠加利利湖来供应，好，这个淡水湖。那么剩的35%要哪来？伊发明海水淡化技术，好，所以海水淡化技术是全世界排头名。那么嘛是刚才这样提供25%，那么要个不到10%，伊就个。所有的水的废水，佮经过回收，佮再过滤处理，哈，啊，佮佮提升，来供应你的民生用水，哈。那么你看，因发明电脑，这个叫做滴灌系统，一丛植物一缸要食偌济水，用电脑控制滴好一只，敢那伊根部只食着水，边啊只拢无水，哈，无水就袂发臭。所以你看，伊第一省水，第二边啊杂草袂生。个香港，吼、哦，那么因农民拢有一个类似咱这个信用卡，因要用水，伫个芋头遐有一个刷卡，拄落，甲设定讲要用偌济水，电脑就送水来给伊，哈、哦、，OK， 蛮先进的，哈、哦，啊，这样值得咱学习，这样水拢袂浪费，哈、哦 okay， 所以你看，台湾一年。落2150毫米，咱不是咧旱灾，像即马南部都开始有迄个旱灾现象咧出来。阮高屏地区差不多3个月无落大阵雨啊。好，啊，以色列一年较落平均200毫米，差不多咱咧1/11啊。但是你看因的水拄好够用咧，好、哦，啊，咱遮雨季、台风季来。弄做水灾，啊！若像即马，唔是台风季节，南部咧开始咧做旱灾，哈。好来，啊，粮食甲国家安全啊。以前蒋介石来台湾，咱迄阵常咧听讲战备粮，战备粮，即句战备粮，足久毋捌听咱即马政府咧讲啊，哈。因为包括你若战争。三军未动，粮草先行。哈，你绝对要有足够的粮食，你才有法度抗能战。那么，今麦咱台湾真危险，就讲咱的粮食自给率差不多32%-34%。哦，看是毋是风调雨顺？那风调雨顺，咱就到34%。啊，那较歹就剩30%。那么剩呢，60%+，哦，买位对来，拢进口。因为即卖少年的食食拢改变，哦，拢面食哈，还是都食麦当劳迄类啊，哦，啊，白米煞变得食愈食愈少，啊，所以农民那种开稻米，继续拿摆，愈做愈了钱，规日卖做，好多小工啊，啊，这造成真大的危机，尤其因为咱边有一个罗马国家叫做阿强啊，吼、哦，伊若甲咱海上封锁，干涉禁航区。哦，给你布雷，那么这些厂商、遐商船都唔敢来台湾。那么，咱的粮食战备粮大概冻半年。哦，所谓战备粮，就是讲，像阮这边，就是讲食谷米嘛，就是今年所收的稻啊，的稻米先下入仓库，加下哦，特别过期、特别歹呀，佮佮摕出来还价，哦，迄个都战备粮，好、哦、对不对？都种讽刺的，新的甲提成果甲下个菇下甲要歹去啊，较过提出来食，迄个做战备粮哈。
好啊，你看即马农地哈，因为这是袂好，所以足侪人拢甲土地租互人，哦，像这租互高科技的太阳能板发电，哦，啊这边因为即马鱼啊，哦，海里愈抓愈少，所以即马拢用养殖的较侪啊，即啊租互人去乌鱼窟啦，饲泰国虾，吼，啊饲迄个南洋鲫啦，台湾鲷迄类哈。OK， 啊，这若发生战争，啊，若台湾防洪做半年后，咱的粮食食了啊，啊，这电锅锅敢贴落来，遮敢补下落，吼，啊，这嘛足危机的吼。好，另外这休耕政策，这每一期拢爱补助5000块一分地，吼，啊，你若一家地都要补助50000。那么你看伊这废耕了，连伊这大乔木的升起来都发起来，啊，这也其他嘛是小乔木啊，一直发起来，不出3-5年，这个像个森林啊，啊，这大乔木呢，以后发一只讲要阁重新复耕，你干那要挖这树头，利用人工你无法哩，一定爱请怪手种机械，啊，伊都爱开介侪钱，啊，农民敢买袂哈？敢要开这条钱？好，啊，真讽刺。山顶咧抽查，啊，好个平地咧造林，哦，这嘛足讽刺的，吼、哦。OK， 农业与环保，哈、哦，即卖农业拢叫做惯性农法，就是讲一定爱铺油啊，你若无铺油啊，吼、哦，差不多无收啦，啊，无就收足少安尼，吼、哦，因为你若无要铺。因为像这隔壁无铺，可能就着虫着啊着虱，啊这树啊着拢受伤害，吼、哦、所种着作歹。啊，这个你看因三个哦，敢那无敌铁金刚，拢无挂口罩，无挂防护罩呢。啊，因是直接受害者，那铺家己那树哩啊。啊，咱吼、哦、可能是伊若无伫安全用药时间用药吼、哦，啊铺嘞即个。地瓜连即马咧拢咧拔水啊，吼，开始咧弯落啊，吼，咧拔水啊，啊，无偌久采收，啊，然后农药残留，啊，然后拄啊农政单位无严着，啊，消费者买来食，就是间接受害，吼，啊，即马是安怎？台湾人病院愈开愈大间，啊，还阁无够，急诊室不是塌到顶面，无房间，无病房通去住，啊，拢塌伫迄个急诊室，哦，拢伫个急诊室外口个走廊啊，吼。啊，这就是跟咱这个环境荷尔蒙有关的，因为无论是化学工厂吐出来的这些化学的废气啦，哈，啊，甲咱农业用的一挂和化学农药哈，啊，包括咱一挂生产的农产品的农药残留，有的是虽然讲伫迄个安全内底，但是咱安尼尼古维金安尼加累积伫咱身躯顶，总会有一天。会出问题，吼、哦！啊，这真食力。恁台湾人平均一年爱食9公斤的农药，唔是食啦，用掉啦，吼、哦！农民用也好，大家平均，吼、哦，一个人用9公斤。啊，这吼、哦，我那排世界前三名，吼、哦 okay。我你个看，这菜看拢足水的，吼、哦，很漂亮啊，吼、哦！台湾人要注意这点，愈水的农产品有可能也要愈用愈重愈多。有淡薄那个冰在嘞吼，分离闭门的，啊，到阮屏东九如那边有流传一句一个故事来讲，哦，因台北人吼、哦、身体有够用的呢，我迄蔬菜吼也要去喷较重，夹起拢嘛食了了呢。因為台北人都市人啦吼，因拢爱看这个菜叶爱无虫洞的，无空的对啦，无缺损的对啦。你若有通食过，伊讲这你真了，啊，所以拢爱食安尼，逐片药安尼水水的，拢无破工的。啊，农民当然就厝药啊厝你食啊咯，啊，家己厝要食哦，另外种一个，你家己要食，啊，这厝药啊拢加。多吃哈，我怕不人家，所以让他改变观念。有什么样的消费者，
就会有什么样的那个农产生产者。好，所以咱莫要求讲一定爱，大家各追各啦，还是啥话拢无冲动诶，哈，这个观念来改变。那么咱要食诶上安全诶蔬菜，第一名是啥？番茄要排第二名，洋葱，因为洋葱它本身有气味。好，阿咱拢食迄个球菌俩，啊，店馆迄个贡吼，咱无咧食嘛，吼。啊，伊本来有球也是，啊，店馆遐又食去，伊就发较袂开。啊，所以洋葱本身都有迄个抗病的迄个能力，所以伊是上安全的。第二个番茄好不唔对，番茄好，因为有冷啦，吼，啊，可能迄糖吼咧薄，可能嘴拢会黏黏嘛，所以无啥爱食个，好，嘿。啊，过来南瓜也袂歹啊，吼，像这个，吼，金瓜这类的啦，吼，金瓜，吼，啊，哎，啊，萝卜也袂歹，哈，萝卜因为地下茎的哈，店员呐，伊有糖食，无要紧啊，啊，咱店员的，哪讲食甲一空一空，咱都唔是要店员，咱是要下骹这球茎，哦，所以萝卜、红萝卜应该袂歹哈，啊，这高丽菜还不错，因为总共皮啊拢。伫外口，啊，咱一般拢会下会剥一挂掉嘛，哦，所以内底也较无。但是介惊，这个农民啊，较无良心咧，下一关好泥当咧系统性咧，为根输起来，我迄个无摘掉啊。哦，迄原来有特例哦，哈，因为系统性咧是为根部输开，你规丛你安怎细包，伊伫内底啊。哦，你咱若为外口铺的是表面，哦，比如下剥掉，啊是浸水洗较久咧，吼，可能会。我要做，迄农药溶剂甲溶解掉，哈 ，OK。上不安全的是啥？就是菜刀啊类啦，迄长长的，哈，长菜刀，还是豌豆、荷兰豆之类的。啊，哥，大冬啊，青椒，这要注意，青椒因这拢足容易啊，这个病菌感染，规区园的死去，哈。土马头呢，算。他不第排第个第六七名哈，你头发罗因呐发嚣张吼，拢会痰，所以因不是爱除药啊。啊，像那豆啊类的，真毒，就是讲啊，甲小黄瓜那真毒啊，因为伊一直在生，啊，即马来成熟开始办出去，但是后边一个一直在来啊，啊，农民惊后边只顾无起来，所以就咧铺药啊，好一直铺，一直办出去。啊，比如讲像奶鸡，我最高我上爱只第一名奶鸡。但是自从我知影阮朋友伊一个差不多七家种荔枝做好人吼，啊，我去伊遐看，要求后日买办了，今仔咧除药啊，为遐开始，我已经恍然大悟啊！是安怎我买荔枝有只只头壳起红，因为我对农药的残留足敏感，爱食是爱食，但有些买荔枝太食了，头壳起红，起爱困。因为我就是我的肝脏受到损害嘛，哦，迄就是农药残留作当的。啊，这海里啊，柑橘类哈，我买回来，随食了啊，但是迄个报纸个，看报纸个砍的，我袂记食。三天后，佫发现，有一粒开始烂，哈。OK， 啊，但是我另外佫买柑仔吼，这三天就歹嘛哈。但是佫买只柑啊，我那许报纸看的，佫一礼拜我较现着看着，我柑啊袂记只，我前过三工就歹，啊，这台一礼拜无歹，我讲啊，无你到这当时要歹，我着一工啊观察拢无只，可能有偌久，较歹，三十几工，我下到三十工也袂歹啦，哦，三十天不会坏的橘子货，我着惊着啊，夭壽。这连这微生物拢唔敢挖一个分解，结果因就是为这地头啊吼，点苗啊，规粒哦拢毒，啊所以迄个外来病菌呢吼，拢唔敢挖。安尼你看，咱爱食迄三工就歹，还是食这三十工就歹？三个歹吼，你讲的哦。安尼若感觉买回来爱下三工看，然后歹，才开始食。
呀，好。啊，这都市跟农村的差距哈，我这真看去这白种看啊作水哈。啊，这拢不是农民去啊，这拢是都市的人。因为你十几年前开放农地买卖，你只要两分半地买来，啊，甲下两担甲种一挂农作物翕相。哦，啊，就到两高，你就有资格起这龙虾，这拢是都市人的后花园。拜六礼拜休困的时候，来这度假，哈、哦。啊，农村一样破败，哈、哦，迄个我都无去吧，哈、哦。好，啊，咱来检讨讲，中华民国流亡政府，因的军政府来台湾了，伊用对立波，就加咱台湾人。压制的服服帖帖，到今嘛，安尼68年啊，哈、哦。第二，伊就利用228事件，哦，前几工啊，哈、哦，甲咱的精英差不多30000个，有计划的，哦，有列名单造册的哦，哈、哦，甲日本人开50年所训练的台籍精英，伫迄间拢差不多台了呀，因为这人。拢会当做领导者，会当反抗国民党诶。好、哦，啊，你若要反抗国民党，你总共毋是人才，无你较你起码嘛要有钱财。你看，伊搞垮金融、经济、民生，迄阵来就甲咱台湾诶糖油米盐，迄阵拢伫港口诶仓库吼，各所在诶仓库，迄阵台湾作风为，因为迄阵。日本在台湾下足侪战备粮，日本就是因为摕到台湾这块土地经营50年，吼、哦，甲台湾农耕的这个一挂水准啦、啊、吼，灌溉设施拢用甲足好个，所以嘉南平原煞变等于日本的谷仓，啊，遮个生产的粮食也当支援因南洋南进，吼、哦，南洋去作战哈、哦。那么中国人来。甲只糖油米盐，拢摕伫等于因中国，吼、哦、一半倒卖，下多落地啊，一半是提供因国共内战的需要哈、哦。啊，过来，也从48年来，台湾无饥荒哈，但是迄阵中国人来了无偌久，台湾建楼一挂莫大啦，一挂电线也互因拢白白去，挂灌溉用的迄、那个。因为轰炸的关系，还未修理好，啊一挂莫大，啊发电设施啊拢用白的，无电通去抽水，所以迄阵造成咱的农民吼，嘛咱的台湾人民拢生活足困苦的，啊伊，把大地主啊变作小地主，吼、啊，啊这搞法金融的人用40000一箍，你搁较好个商人，你若有4000万。啊，40000一块，你都要存1000块呢，吼、哦！啊，你1000块呐，像即马咱一工头就开掉伊啊。啊，大地主本来嘛是地方的士绅，化水的耕党，伊即马甲你用375减租，耕者有其田，你准变小地主，啊，你嘛无那里啊，好、哦！你若要借人，要带人去抗议，你起码无嘛讲爱发便当方借嘛，吼、哦，这上基本的。啊，你变小地主啊，变。存1000块的人，敢开，搁开落去，吼、哦。啊，剩的，那抬不了的，抓不了的，吼、哦，白色恐怖，你都那讲话无下因听，都抓伊，掠到关甲生杀母，吼、哦。过来用敌心反转、身份错乱的愚民教育，吼、哦，你个注意嘛，这68年来，中国国民党教育算改成功，咱。85%的台湾人竟然选输12%的中国人，好、哦，啊！你最后伊就是利用敌心反转，伊伫1945年10月25日来办一个什么台湾的光复节，吼、哦，来接收大会的对啊，啊，甲咱讲，咱拢回归中华民国祖国的怀抱，吼、哦，啊，咱那回归，哎，咱煞变战争方啊，本来咱是。足惊呀！讲哦啊，占领军，中国占领军要来啊！啊，咱建出来，唔知会安怎？我已经要甲咱讲，咱拢是回归祖国的同胞啊！啊，大家嘛想，嗯，安尼，
咱共国个安尼，我著跳过来赢来这边啊，靠民主啊，我才要去做输个日本这边。哦，所以这就变作敌性化了。本来咱是敌对咧修建的，今麦煞挖过一边。啊，咱主西方就甲咱加工，要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，好不？我记得我做一部啊，别较早有写一句，做个堂堂正正中国人，啊个啊，介只报章杂志定来讲，我是台湾人，也是中国人，好不？这东西哈，海难的身份错乱，咱煞去。认贼做老爸了，对吧？个，过来用假民主选举，伫解严了吼，啊，过来伫中华民国跟美国断交吼，美国甲要求讲，啊，你爱来办民主选举，但是这选举拢是假的嘛，因为呐，起跑点无同啊，比如咱要走一百公里，国民党有党产，有媒体。啊！伊掌控一寡人事，吼、哦，军工搞这个，这因这基本的支持者，吼、哦，特别互因靠福利，所以等于伊是差不多伫个550公这头前起跑点，啊，咱变到足易足易点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这公这选举无公平嘛，所以这是我们假的选举 ，OK。啊，另外这是奉令以40,000元比1元折成新台币，奉令，唔是依法哦，用行政命令啊。啊！你有只看，买单看主讲，中华民国无台湾这块土地主权，啊呐。伊若要发行币制新呢，伊他就阁用新台币，他也无甲台币换掉，伊就直接，你看啊，美国有美金，英国有英镑，法国有法郎，日本有日元，伊要发行新的币制，你那不要发中华币，袂使啊，因为。伊无台湾的主权，所以袂使发行中华币。伊只干系怎甲原地台币加一个新台币，迄、那个新哈，为只看会出中华民国无台湾的主权。OK， 好啊，这种外来种的植物啦哈，啊，这其中两个番薯加这个番麦，拄啊迄阵咱进白了，台湾人靠这两人救真济人，因为。一寡储备战备粮，拢由中国人提去中国去啊！啊，迄阵阁欠水，啊，拄啊，这两人免啥用有水，吼、哦，恁有湿度好去，适当在挖了，伊跟家己个仓个较深个所在食水，吼、哦、，OK。啊，所以这番薯阮爸啊，呐，较早食足济啊。有一届大概三四当前，我有。新的品种的番薯，我就讲，爸，我有种番薯吼，我煮番薯给你吃。吼，唔，不，吼，见到番薯签食足济呀，加遐久啊呢，60几年还惊呢，听到讲要去食番薯会惊呢，因为我做囡仔拢食番薯签嘛，迄阵的番薯，迄阵无啥物农药啦，所以番薯拢做着臭香啊，但是插签拍打了，佮煮吼，我迄臭味要熬滴的。我这可能少年的唔知啊哈，好啊，但是我爱食，我著煮的时候呐，甲头乌两块番薯，下伫咧饭内底哦，好食。我一食着，哦，你们番薯太好食，计无一礼拜，家己脚啊才徛来，去我园啊讲，啊你番薯田里底，我来挽一挂，伊要家己种野菜园啊，我爸爸家己，我叫伊讲，你30平啊，野菜园啊，互你做运动，吼、哦。时间也好，考过也有做工过，有叮当，有老倌，新陈代谢较好哈。好，啊，即马你来看，这个是番石榴哈、哦，外来种诶，拢会甲你加一粒番，你注意看，即叫做番茄，即叫做番啊茎，啊，即番薯，啊，即番麦，啊，即番啊花，外来拢番，啊，我就想讲奇怪，外来拢叫做番。嗯，比如像荷兰人来，咱拢讲叫做红门番嘛。嗯，啊，我嘛是番，啊，我较闽南国的哦，拢番，拢姓番的对。结果我就想讲，啊，迄中国人1949年走来台湾，结果伊是番唔卡对，他系我咧叫阮做番，吼、哦，对不对？因外来嘛，外来政权。
好，啊，过来，你怎么看？今年开始春节，这只普悠玛吼，这吼，拄到家人吼，咱这甲日本买嘛哈，拄到家人码头，就塞叮当，就去骑着迄个月台有无？这有够憨的。哇，这普悠玛吼，今嘛有人来改造，我叫普龙公好啊。啊，这铁轨的固定的，自日本时代的固定外宽，啊，这月台也拢固定的。啊，你这台要做外宽，啊，你代替这个验收人员还是设计人员，是在定什么规格？他定到讲会骑月台，就爱去落电层，去个落个开，安尼有限无？你真啊普龙公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只甲日本买吼，啊，即马咱个网友往那甲号一个名，往那袂歹。讲可做，伊只外来啊，红面番鸭，吼、哦，啊，或者往那好了，啊，只外来嘛，吼、哦，人都番嘛，拢外来拢番嘛，红面番鸭，吼、哦，好。我来讲只蚵仔，咱常咧讲蚵仔汉字搞不清楚，吼、哦，我拢反正拢发伫涂骹。啊，真正咱搞不清楚呢，因为中国老兵，咱甲讲老蚵仔，啊，咱叫做番薯啊，哦，啊，这台语要注意，你若要看尾音吼，拢有迄个青丝的味道，哦，就讲阮常用讲平薄啊，哦，啊，客家人常用讲客人啊，哦，迄种咱只能卖讲啦，个平薄的对啊，啊，客家的对啊，哈，客人安对啊，唔好讲。唔好看不音嘛，吼、哦！车，你看听车，车就较大只嘛。啊，那车就较细只，好不？骑啊，较大车，吼、哦！无人讲我，我咧塞车，塞拖拉机，无人讲我咧开拖拉机啊，啊、哦！哦，啊这蚵仔是咱本地，系咱本产的。叫讲咱爱叫做蚵仔，哦，咱本地嘛，啊，因咧中国遐老兵爱叫新汉子啦，伊新来嘛，一九四九年才来呢，伊算新的吼、哦，啊，咱祖先伫遮来，阮平埔族起码1600年以上，哦，啊，那高沙佫可能佫较久吼，我、哦、说、哦、后盖唔好叫遐老兵叫老蚵仔，吼、哦，该叫因叫新汉子啊。好来进入第二个主题，家宝果啊，大部分拢个讲素葡萄，因为素葡萄大家听下有家宝果，迄是音译啦，伊迄个拉丁的学名是叫做加宝提卡吧，加宝加头前迄两音甲翻过来叫做加宝，啊加宝提卡吧，介侪人记袂开，伊讲加宝一块吧，安尼较紧，加宝提卡吧，加宝一块吧，哈，好，啊这真好种。我已经种30年，到今年可能今年算31年。你哪样个种几排？哎，真，大家发觉拢安尼头变光变光变胖变胖，吼、哦！啊，我种30年拢唔捌除药啊，吼！这是可能全世界我认为上好种的第二项水果，第二好种叫做红龙果，吼、哦！等下可能会讲到，那时间会有，好、哦、这。这个时间都拢咧烫叶啊，拢咧落新落旧叶啊，一礼拜后就发到安尼青水青水啊。啊，这是 OK 啊，卡丁买啊。啊，另外一个新的品系，这目前大部分拢细粒种的啊，这差不多5块至10块啊，先给它大粒。新的你看伊枝子差不多伊3-4倍，这先给上少拢到50块的迄个铜板安尼哈。OK， 而且开花真香。因为头部就开始开花，开到尾了去。好、哦，而且花的香味差不多介于黄那个桂花、甘蔗兰花的综合体，足香哈。啊，我阵种300几丛大丛的哈、哦。啊，花这一届开吼，香到什么程度？你敢知？香到会臭，浓度太高了。哦，因讲好安尼。妈在做位开哇，做一个开，都开始清晨我闻着就哦，未歹，足香。我来愈来愈潮，大家拢开开的是太阳在做，拢开，我煞变潮的。啊，这足难得的经验哈。啊，这看
伊就有这桃金两颗，伊看莲雾，因为莲雾的花看这个感官，鸟巴拉花嘛是安尼吼感官。啊，伊是只是伊是稀有的干树，啊，伊这树干嘛看鸟巴拉感官也烫卡个。哦，所以迄阵有六个迄个电视台来采访，我讲人咧种蒲啊生菜瓜，我种鸟巴拉生葡萄，因为伊个叶啊吼，你甲挽来做就甲拼嘛，鸟巴拉皮。啊！这树干，你看，伊这拢烫壳的痕迹，哦，哦，因为烫壳嘛，哦，啊，先先做一个做成葡萄哈，哦，啊，这是他翕到三分之一呢，佮顶起了个啦，啊，下骹佮一层，哦，这要分三摆翕，哦，像这伊我为下骹翕，这为头部这土壤啊嘛，头部就一直生，一直生起来。哦，啊！即我有个微电管甲翕倒落去，吼、哦！啊！即毋是咱人爱食呢，鸟嘛作爱食，鸟鼠也作爱食。哦，啊！即我的应该第二代，哦，应该算第三代啊！即第三代，即无介大长，就生个，吼、哦，嘛是为头部只就开始生，吼、哦。啊！另外即个吼，那只拢无去，只也拢无去。原来吼，唔是干那人甲鸟爱食呢，狗也爱食。因为我有饲只了大麦丁哈，因为伊中国遐，我拢若要甲饲狗了，我就甲放互开，互伊放在就，哎，拢差两三分钟就转啊。唔，即卖来拢差五分钟转，我就甲跟踪。哦，原来差不多这个高度都在了啊，再拢要食，拢要补。啊，这只凶手抓到！啊，这一点一点，唔是食树葡萄，才生出来。好、哦，哎、欸，天生的哦，唔是我的树葡萄会弯的。啊，只狗母啊，啊，狗食树葡萄了，怀孕了，后面又生几只？十只，唔难啦，生十六只。嗯，好、哦，啊，生出来我就趁，就想啊，到底生几只要来算？我就摕一半，一只、两只、三只。哎，即马我掠来只算，伊即马甲我加倒转去，我算半点钟算无，拢在咧说。尾啊，趁伊忝啊咧困吼，我头算哦，十六只，要是比底下好生。好、哦，啊来看来，这破纪录的，这人生十一只。嘛，十一胎啦！好、哦，这破纪录的哈、哦。来，咱来算看麦，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在哈，在对哈，破纪录。啊，只有食树葡萄无，我唔知哦。所以吼、哦，那有不孕症的哈、哦，树葡萄参考看麦。好、哦，阿莫食伤济哦，莫一家来生只济。你莫叫我来骗，好。我来讲三月樱平地樱花哈，这这个即马含苞会开始咧开啊，过差不多两礼拜可能就较水啊哈。啊，这大家哎简单看下，啊这种的品种都变个样，头拄啊咱咧拢是花，差不多3%的叶啊呢哈。啊，这个出新叶是因为开始春天来了，伊这叶啊那些后边这个叶啊拢出来哈、哦。啊，这种的品种，这头5%的花呢，95%拢叶啊哈，所以品种很重要哈、哦。OK， 啊，这伊呐花谢哦，无一个月好个温毛嘛，就一定遮阴呐，哎、啊，阵就开始往冰冻下就落啊，啊，就所以春天可以看花。啊，夏天可以遮阴，袂歹，好、哦。好、哦，啊，这是国外哈、哦，国外翻译，伊这张种较久啊，因为我迄头拄咱的英语头九年了嘛，好、哦，啊，这你若过我九年，可能就买个花甲安尼乌毛嘛，好、哦、，OK。黄金果，啊，这个真好种，够高生。伊个妈妈，吼、哦，伊个母长了对吧？
三冬前统计，一年会当生产2500粒，所以你若种一丛，你就食不完啦，吼、哦。好，啊，伊有真丰富的植物性的果胶。你若我有朋友因爸爸胃病吼，胃溃疡，啊，甲我买我的迄个苏葡萄汤，啊，不，这个黄金果汤的种，食了好去，吼、哦。或、啊、者你若甲刻字写字，差不多两分钟后氧化了，迄字就浮出来，吼、哦。哎，这样砍树葡萄包做会送我男朋友、女朋友做小礼物。OK， 啊，这大粒种的，这是一头一斤。啊，这但是伊的价较无头多啊，迄个头多迄头三粒一斤啦。啊，头多迄较有芳溃，啊，这软软较无芳溃。好，全世界上好种的水果叫做红龙果。好、哦，啊，这伫阮屏东遐一年会当生十一摆。啊，如北部可能来到咱遮可能生九摆啦，哈，因为遮温度较早冷、较早寒，吼、哦。啊，你甲想，伊每15天就一盆花，所以你每15天就会当挽一批果。你都拄啊挽好，啊，我说休2-3天，啊，讲要去挽啊，吼、哦，所以种得袂歹。所以有人咧问我讲，啊，潘先生，啊，我要种水果，你看爱种啥较好？我讲来，你甲种这個。这一年生栽摆，啊，你来还袂趁钱，其他水果唔免种啊。山啊，一年一届，莲藕乃至一年一摆，啊，你来处理无好，药啊除无好，啊，是拄着风灾，明年再见啊，嘛，到今年都无趁啊。啊，这足趣味哦，我咧种，有一届拄着风灾，迄个刚刚嘛杜鹃台风啊，别记啊，大啊，啊，我花拢去哦，都即届这拢花拢无起来，吼、哦。因为迄花拢总共有开，落大雨，迄花粉卸掉，所以授粉不完全，哇！结果都拢无生，迄批生几粒。啊，一般阮屏东十一月就冷啊，就无应该无过啊。我到十一月中，我阁挽一批果，我阁想哇，这水果有够可爱。伊一年要生偌济，就固定要生偌济互你，所以迄个台风的。个拖来到上班啊，去放花个生布啊，对吧？安尼有可爱无？啊，阮拄开始咧种吼，加掉了，他袂记讲哪一边是土啊。啊，阮大哥甲种到边吼，伊竟然为这边发根发落，要甲种有事足困难的呢。安尼水果敢无好种，一年个生十一摆，啊，你种这也袂趁钱，你其他水果唔免种啊，对不对？我阿个好食，我种个品种个好食吼、哦。啊，这花嘛会当切落，伊还袂开，啊就拄啊开吼、哦。你有只个切落开，啊中迄条中迄心吼，迄、哦那个籽蕾卖个当，嘛就要结果。啊，这个你个切丝吼，甲、哦、煮蛋花汤，主人看机哦，这植物性胶质啊做多 ，OK， 好、哦。好，啊这黄龙果，你甲看。这拄啊含苞，啊，这有经过，这两个差15天，啊，这含这个搁差15天，啊，你看，三代同堂，这个若办了，啊，两礼拜后这边搁办啊，啊，这办了两礼拜后这边搁办啊，全好算的，吼、哦，很好玩。啊，我拢无咧处理啊，所以鸟鸡也爱食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有痕迹的，这是落雷食的，吼、哦，因为这落雷食到安尼，哎，我食到安尼，我嘛在卖呢。因为我一定甲证明讲，我这无农药啊！你看，落雷啊，敢食？吼、哦！所以捌有，因为我水果我那足畅销啦，我拢无送去果菜市场，我拢直接，阮太太伊个店买倒来啊登记，吼、哦！啊那，你登记100斤，啊，伊个果我那分大细帮啦吼，即届生1000斤，盛产。后不过后就是差不多剩600斤，啊，你若去别来甲我订100斤呢，我干来订，互你60斤，还是50斤安尼啦。啊，有一个来甲我太太反映讲，啊恁一个月表面足歹看的，我要爱较水的。讲好，我叫阮太太甲讲，甲回答讲，安尼，阮叫阮先生吼，有另外一撮拢除药的，迄撮要互你食。惊死！哇，没，我叫阮弟啊。咱来改变观念，咱是要食内容物，唔是要食外口这个皮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好。
啊，就是拢因食，迄皮歹嘛，拢因食。啊，因就是我农药残留检验师嘛，对吧？好、哦，好。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后壁要做多啦，吼，啊，就另讲有机会，再过来甲各位报告。多谢各位，谢谢。请起立。起立。